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主持服务，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，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上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800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800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定青的电话台8002977138。来，咱来看政治新闻哈。这个苏要选新北市市长，那么苏系。第一讲啦，啊无可能啦！啊来，啊咱来看内容，这是《自由时报》这个综合报道吼。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昨宣布买连任党主席，外界观察苏贞昌未来的这个动向，甚至第一猜测，苏的可能要投入年底伊的这个新北市市长。伊个即个，或者讲个孙阿娘通市长，伊个即个选举啦。那么苏系即个立委吴秉睿昨强调，苏贞昌无可能投入2014年任何个即个选举。那么下一步就是回应民间对即个宪政改革伊个即个呼声，并伫个年底认真要来复选。民进党秘书长林锡耀也讲，各界实在应该给苏贞昌时间来沉淀。那么目前所还有一个真侪个月，伊的这个党主席任期啊，
那么所以嘛，向党务主管啊来交代，一定会做好最后一工啦。那么才交棒，吼、哦，予新的这个党中央呢。那么民主党民进党的这个党务主管明确表示，新北市长已经提名由谢坤啊来参选。苏贞昌无可能转进即个新北市啦。那么，即种个即个讲话，完全是外行人咧讲外行话咧。不过吼，即个进程一直将到苏贞昌视为新北市长选战重要变数，伊个即个国民党，伊完进入高度伊个即个境界状况啦。那么，伊不变应万变。那么了得从宽为原则啦。那么将苏贞昌列为新北市伊的这个加上的，吼、哦、加上敌人的敌，吼、哦、加上敌，啊来比战。啊这哦，啊这国民党嘛读较歹去啊。啊你甲想啦。一个党已经就产生这个新北市市长的这个参选人啊，啊国民党啊，佫是讲的孙阿苏贞昌会去选新北市，你家想看嘛？所以我感觉吼，啊，这个人唔知咧创啥呀，啊为着家己的利益吼，实在是读壳吼拢戆戆啊啦。哎，即马讲袂使讲读壳歹去，讲读壳歹去讲，这个欢迎敢若起诉的款。所以即马袂使讲讲读甲歹去，吼讲会使讲读甲戆戆安尼啦，戆戆啦吼，即马来甲讲读甲个戆戆啦吼，即马吼啊，即个媒体吼啊，伫讲话拢也真小心，吼啊，若无小小看看，就会去食着惊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那么依据我苏贞昌、贾中廷相继退出党主席的即个选举了后，通关绿地出现了这个公所家参选首届通市长伊的这个声浪啦。那么民进党关议会党团总召姓梁的梁新武长就表示，地方一直期待党内重量级的人士到桃园啊来参选，发挥。这个国母带国仔囝，伊的这个战略效应，苏贞昌、贾中廷若愿意参选升格了后，伊的这个桃园市长，那么真可能打败国民党这个现任的这个县长吴志扬呢？哎，吴志扬敢那是吴碧雄，唔知因送的款啊？嗯，我知影一个吴志扬、吴志刚。慢慢才过来了解啦。那么对这个吼，吴志扬也这个无聊认为讲，伊所有食的知名度，以及着爆发力，所有食的如果参选，国民党确确实实比较无好拍哦。那么这个选战无好拍，但是两个人拢甲桃园无迄个姻缘呢。那么这种充满政治投机的这个参选模式。那么真难获得多数的这个选民啊来认同呢？哦，这是有关这个新闻的消息，啊，咱就公告才结束。期待下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，拜拜。